中最大声的人。来，麻烦请五位参赛者往移动。我们先请五号参赛者。然后还要喝水的，麻烦可以把水拿着，没关系。好，我先访问你一下，你先慢慢吃，没关系，不要紧张。好，等一下我们不是比吃好呀，我们刚刚是呛北京，不呛辣北京，然后现在是要为了你的香港机票来回机票而努力哈，香港自由行，所以待会呢，我们跟香港自由行可以吗？你不要香港自由行一起来哦。然后自由加个手势好不好？加个这个，哎，加油的手势。哎呦，香港自由行可以吗？可以哦。来，卫生纸呢？把它拿过去。好，来哦。你要不要先试一下？轻轻的就好，轻轻的，我先让你试一下。香港自由行。香港，香港自由行，那个行，可以了哈，好，我们教你，好，可以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向我们工作人员开始，你准备好就开始喽。香港自由行，掌声在哪里？哇，这样子呢，我们接下来这位参赛者压力上面120几楼。120几楼，下一位来，我们为了画面漂亮，先拿。这个事后是加5分嘛？加五分，对。刚刚有没有部分紧张？平常心，平常心哦，好哦。香港自由，没关系，好来。香港自由行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吗？可以哈，好来哦，准备喽。香港自由行。好，多少？我们看一下，没关系，127。好，在旁边休息一下哦。紧接着第三位参赛者在第二轮，哇，尴尬，有点破两百哦，看到了。我要喝个水，润个口一下。目前为止139分是最高分，所以三号选手必须做到137，才可以。可以的，我相信他可以的，加油。慢慢来哈，深吸一口气，吐气。哎，要讲什么？我知道了。香港自由行，好，可以了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。香港自由行。行哦，行不行？他行不行？125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香港自由行要有手势哦，自由要有手势哦，手势哦，自由，好来哦，预备备，开始，行，真的很行耶，好这么少啊，129，好，很好，最后这一位啊，你，我们都给他加油一下哦，你加油，再来，不一定可以撑住。香港自由行可以哦，好，预备备，开始，行，好棒哦，好啦，接下来呢，121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冠军得主，麻烦请五位参赛者来出列，来，我们1、2、3、4、5都排好，那我们大家一起喊，来，一样，把大家集合起来。集合起来，来往前站，往前站，来往前站。对，好了，今天办的活动的部分的话，那我们还是送出的是香港自由行的来回机票。那我们来自为自由而发声，所以待会大家再共同再喊一次，香港自由行，好不好？再共同喊一次，可以吗？好，再加上我们的手势哦，全部举着，举左手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一位参赛者，五号参赛者得到以139分的成绩，得到香港来回机票，颁奖颁奖，恭喜恭喜您，非常恭喜您获得香港来回机票，也非常欢迎所有的朋友在6月14到6月17来到高雄巨蛋参加我们的国际旅展，请好康哦，那暑假即将来到，希望大家呢都。可以买的开心。
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最新影片动态。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